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在台南市有一个企业家，也就是奇美的许文龙先生，他创立了奇美博物馆。这里面有他历年来收藏的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包括动物的标本，还有武器，那外加还有乐器，还有油画的部分。那因为这个博物馆呢，本身里面并不可以摄影。所以说我只好用照片的方式拍了400多张照片，总共这一集呢会用448张的照片来呈现奇美博物馆里面的所展示的物品。以下就是由音乐陪伴各位，慢慢的看这400多张的照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以上影片是 DJ 阿周花了2个多小时在台南市的奇美博物馆所拍摄的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那这个影片里面400多张照片，说实在真的是蛮珍贵的。有你的收看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你帮我点个赞，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。那我后续还会继续的拍影片，继续的 po 下去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